和厕所公园弯腰看屁屁。小朋友们看着这尊蹲马桶的雕像，笑得不亦乐乎，甚至有小朋友直接蹲下来仔细研究雕像的屁屁。南韩这座全球首创的厕所主题公园开幕五个月来大受游客欢迎，里面有各式各样的马桶、正在解放的雕像及便便造型的雕塑，还有不同的厕所供民众拍照，让大人小孩都玩得开心不已。园区内另外也有博物馆介绍厕所文化。I think it could change someone's perception, particularly if they're a little uptight or embarrassed about toilets or toilet habits, because this makes you laugh, and you see that it's not a secret. 对我们这一代而言，厕所是一个很脏的地方，我们都不想进去。事实上，我习惯在前院上厕所，再由我的祖母清理。而厕所是一个很危险的地方，我曾经掉入马桶里，但这个地方很不一样，让我对厕所能重新思考。这座厕所公园位于首尔近郊，由已故的水源市前市长故居改建而成。他生前致力于推广厕所文化，花费不少心力在各地打造干净的厕所。动新闻综合报道。